他觉得我们很无聊，那这个末日世界就是这样了，给你随便一点谣言，然后就让你去杀人，哎，算了。好，那我现在要解任务了，算任务吧，我也不知道。那任务点是在有两个点啊，一个是这边，一个是这边。那这边一整个区域我都还没搜查过，我想说先来去。来这边触发那个任务点，然后再去看看，再搜刮这边，那看视情况有没有机会再去这边啊？那这边好像有一个帮派势力点，看来得赶快把它清掉，要不然它势力越来越大就麻烦了。好，那就开始吧。那有一个角色已经全都20了，但唯一差的是他的观察力。好，没错。好，先去这边，然后在这边，先到处晃。本来想到这边晃，可是应该要花很多时间。然后这个帮派势力，我来找个时间把他们清除掉了。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清楚，因为第一很少看到帮派势力啊。那这个给他这个，我看啊，22到28，我看还是拿这个斧头的，斧头最好用。我记得有锤子啊，但是我这次好像没什么拿到。那这个呢，金属探测器够。那现在人多的唯一的坏处就是要三不五时去修理东西了。这个是高级双人床，那上下铺的蛮好用的。那视情况我会做一些简介，因为光点那点穴花不少时间呢。因为这个维修率太快了，所以这个损坏率太快，我老是要一不断去修了。那这个是做那个子弹的，但前提是你资源很多的话。那现阶段我最缺的就是药丸呐，药丸还蛮缺的，这个不用了。那现阶段我都是用肉来做交易，因为我上面挂了很多那个陷阱，所以肉还蛮多的。一个马达哦，等一下，我稍微写一下，他要的东西还真多。好，他好像前面都是假人的，假人头、假人的那个手臂、假人腿，我真不解。我真不解为什么他要这些东西啊？顺便来看一下有没有。手我有，然后线我有，马达也 OK 都有，那不就没有问题了。好，我看一下那个限制的天数，哎，靠，30天哦，还蛮快的，还蛮久的嘛，那就不用担心了。不过我这次
这次拍摄还是以那个任务为优先啊，所以能尽快解决就解决吧。好，上面有陷阱可以抓了。那基本上书现在由于一只马，你可以试着带着回家，或者是应该不用带回家，是带在身上，有机会交易就把它丢掉。那目前高级射手是出来的，它蛮好用的，上完消耗才消耗一滴水，真的超省水的，不是我在说。唯一最没有用处的算是这个燃烧炉啊，说真的，不是我在说，真的超没用处。现在最缺的还是那个小药丸啊，小药丸消耗的蛮凶的，因为包括升级、制作道具都要用到很多。一个玩偶换你全部的东西，这个世界价值，这个世界价值观是超诡异的。那我真心觉得这个一开始初始角色真的超容易食物中毒的。阿贾鲁拒绝，黄之现在就已经搞得我快累死了，还要再养些人。比较麻烦是说坏掉的电视，它一次就占一格。那我真的希望说未来能够改掉，要不然真的超占空间。再不然就是开放开车的时候也可以带包包了，不然。有点可惜啊。有这些高价值物品，真的超爽的。那由于开车的关系，最好出去还是多带点油回来。那除非说你是不想用开车，如果水多可以用走的，但是水多的坏，走路的坏处就是走比较慢。我忘了这是交易。好，六亿哦，再丢一条线吧。东西真的太多了。29可以收割。来收割不是。
刚刚不知道怎么搞的，滑鼠给我卡住，不要卡住就宕机的样子，超后悔的。还好那个蓝色那个警那个回报钮并没有消失，要不然就后悔。银行，我忘了银行是什么东西，电子零件吗？对，这样东西都给我，垃圾都给你。一人35个，可以再收割一次。好，检查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丢。我印象中我是不是没有拿到这个啊？如果是的话就丢一个吧，这个丢掉。所以不用拿这个吧。那水管还蛮缺的。OK, 33。那这是我的回收金，已经烧了快二十天还没烧完，天哪，真是有够无言的。我没火，我真的烧了20天了，到现在没烧完。那各位暂时忍耐一下，因为这个路真的很少了。然后简单看看有什么东西不要的，都要，好，就这样。那请各位暂时忍耐一阵子，因为现在肉很多，不太想浪费把这个路给收割。那基本上我现在最缺就是这个东西超缺的，还包括升级也很缺。来个10的，我记得我有10。哦，有了，有机会。好，可以去收割。
那到后期可以用这个肉来去做一个交易的筹码，我真心觉得这个超好用的。那因为我的罐头很多啦，所以基本上超级不缺食物的。干，这烧二十几天还是还没结束，天哪！到底是要烧多久？不是我在屌啊！28天来得及啊！好，他们回来。好，太好了，没有升级。好，太好了。没有，这不是解锁一个成就。然后让我看一下 map， 他人在哪里哦？他人依然还在这边。哦，这边有新的人了，太好了。那我稍微看一下我的东西要带哪一些哦。好，一颗头，两只手臂，两条腿，一条线，一颗马达。OK， 那就来提早送去吧。小孩子，对，这一位。OK， 那先来去这边，那这边差不多搜刮过，那就来去这边，然后到处晃，搜刮，都来搜刮。那基本上小加油站是油比较多的，但是否会刷新我就不知道了。这边之前才去过。OK， 木板现在不缺的，石头我要留着做雕像。然后一样，这个够啊！干！等一下，不是，干浪费油。还好没有，天哪！拒绝，老子现在心情不爽，东西没带好了，靠腰。好，这里，然后到处晃。这是再确认好一次，然后那两个就这样没了，算了，没啥，反正我没有，我现在资源真的不多了，小药丸不多啦，如果小药丸很多，我就不用怕了。现在真的是，哎，刚刚他妈一个手残。好，那就来动吧，攻击阵他妈有个多的，好，一条线。一颗马达，好，两条腿，两只手臂，一颗头，没错 ，stand body go， 36可以去收割一下。
好，到了。哦，太赞了，他给我那么多东西，不错不错。还要10块金属 ，OK， 没问题。我这边我现在金属还蛮多的 ，Promise。好，那我来看一下它限制时间速度，时间很快，反正开车去。哎呀，去睡觉，烦死了！一堆 NPC 要干的事都不干，都要人家帮忙。那打火机我到现在不知道干嘛用的，说真的。有肉真就真的很爽，尤其是价值在30的时候。哎，这里还蛮多东西的，挺意外的。我在想，我把这个给拆了，然后再做一个高级厕所。那现在我只差高级浴室的蓝图了，但是我到现在还没拿到，真希望能够赶快拿到了。那浴室看视情况而言，厕所、浴室，我目前来说两个就差不多了。哎，我没有带线，
好吧，一条线，没懂啥。好，小药丸。那有时候种子不见得会，有时候采的时候不见得会有种子啊，这运气论。书本丢掉，哎，现在就只差那个高级浴室，真希望赶快弄到。好，来看看要丢什么垃圾。有蛮多东西是来当做交易用的。那电池不需要，这个超需要。水管也需要。太多高价物品了，很难抉择。这个不要，这个要。我看一下那个雕像，大概每周要20个，我记得是20个。其他的差不多造出来了，好了，确认一下，296应该够了。这下靠背的一个零件，这绝对需要。好吧，电路板不用，电路板很多机会拿到。Radio 就暂时不用了，我现在一大堆啊。然后警哥会暂时先等，可以收割，顶多最高最多是7或是6。那就收一收，免得吵死人。食物哦，要把什么丢掉？线不用，我正在烧。OK。好，6还 OK。
拒绝。说真的，我到现在还是无法理解，说为什么我现在没有遇到掠夺者来抢我家的东西啊？之前真的超常遇到的，私下玩的时候，也许乱杀人真的是有差了。好啦，就都给你了，反正也快到家了。没错，快到家了，刚好那丢一丢都给他。哎，好久没有来学校。想看一下就来了，怕你不成。单刀死，拜拜。他居然有药，好，这个丢掉，拿这个 ，OK。弹簧没去了，线不用，身不用 ，OK。好，等他们回来就做一个段落吧。
好，可以升级，先升级吧。好，回来了。看，快不够了。那我就要先来造一个，哎，先来看看能不能升级。好，可以升级。这个嘞，差一个，差几个没关系。那再来造一个那个箱子了。好，那游戏面就在这边先告个段落了。那下一次先看 view 的妹妹。好，下一次先把东西给他，之后再去这边。那看有没有机会去这边啊？这边有一个庇护所，我不清楚是不是跟这边一样是有密码的，有点忘，因为太久了。那基本上大部分的点都已经找过了。那我再猜，那导。等我在猜了，会不会解这些任务点，他会告诉我一些有关于这个庇护所的密码，有可能不会。那等黄点都解决完以后呢，再去清掉这边的帮派势力试试看，因为我没有清过了。那那个时候都是见人就杀，见人就杀，就搞得我过得好辛苦。那有机会来去湖这边来采收那些药草，然后来做一些小小药丸。那整体来说还不错啦。那游戏影片就在这边先告一个段落，我们就下一次再见。